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。最近有很多人在问全脂奶吗？到底需不需要命中？这里我直接给出答案，目前来讲呢是不需要。对全脂奶妈来说，我们不如把想要提升命中的属性呢拿来提升我们的技巧或暴击，这两个效益会更高。以目前全脂奶妈的属性来说呢，技巧是最重要，接下来是暴击，再来的是极速跟全能，当然攻击力也是非常之重要的。命中呢是排在垫底的。为什么全脂奶妈需要命中？在我们补血的被动技能里面，当我们使用核心技能造成伤害时呢，触发奶妈补血的被动。奶妈的被动补血有两种，第一种被动单补，第二种叫被动群补。这两种的被动补血呢都是需要释放我们核心技能的，但是这个被动群补的，它只要有释放核心技能，它其实就可以去补血了，所以呢这里的它是不需要这个命中的。但是我们的这个被动单补呢，它是要当核心技能造成伤害时它才能补血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你当你释放核心技能的时候你是刚好 miss 的，你就不会触发我们的这个被动单补，所以命中的用处就只在于这个被动单补而已。以目前一般玩家的机体来看呢，其实这个命中的影响的效益呢是比较低的，非常非常的低。所以全脂奶妈不需要去提升这个命中齁。你想要提升命中，不如呢去加强你的技巧跟暴击，除非呢他们已经很高了。我用一个恢复术给大家看一下。恢复术呢它是每一秒都会有一个补血的。那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技巧或暴击，那几乎这每一次跳的它都会触发暴击，或者是会触发技巧，技巧就是两倍。最理想的就是一起触发两倍跟暴击。这样子我们的奶量才能达到最高。两个一起跳的是触发到技巧，暴击是暴击嘛。你如果把你的属性拿去点命中的话呢，蛮浪费的，还不如呢把它直接拿来提高暴击跟技巧最好了。今天就要告诉大家，全脂奶嘛不需要撑这个命中。好，那希望呢今天的影片呢能帮助到大家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